表演是我的事业，旅行是生活的调节，阅读可以丰富自我，在脑海中进入另一个世界，学习、感悟、沉淀，触手可及的幸福体验，陪伴阅读的美好时光。我是朱一龙，和肯德基 K Coffee 一起倡导阅读，一杯好咖啡，开启异世界。